继续进行第34条，请宣读审查会进覆二读提案及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34条，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而定制国家机密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刺探或收集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或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前三项之未遂犯罚之；预备或阴谋犯第1项、第2项或第3项之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5项之罪，所刺探或收集属绝对机密或其拟定等级属绝对机密之事项者，加重其刑之1/2。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4条，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刺探或收集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外国或其派遣之人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或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境外敌对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或其派遣之人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或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4项之未遂犯罚之；预备或阴谋犯第1项至第4项之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6项之罪，所刺探或收集属绝对机密或其拟定等级属绝对机密之事项者，加重其刑之1/2。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34条，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刺探或收集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外国或其派遣之人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或依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境外敌对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或其派遣之人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会议第6条规定报行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4项之未遂犯罚之；预备或阴谋犯第1项至第4项之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6项之罪，所刺探或收集属绝对机密或其拟定等级属绝对机密之事项者，加重其刑至1/2。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4条，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刺探或收集依第6条规定报警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前2项之未遂犯罚之；预备或阴谋犯第1项或第2项之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4项之罪，所刺探或收集属绝对机密或其拟定等级属绝对机密之事项者，加重其刑至1/2。宣读完毕。蒋乃馨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依登记顺序发言，请林维洲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我们今天处理关于国家机密保护法相关条文修正主要就是针对国家的机密做不同等级泄露、交付或刺探、收集这些行为做一些不同等级的处分。那国民党提出的修正案里面也针对国家机密的3种不同等级加重，而且呢做明确的刑期的上下限的规范这是跟其他党团不同的。比如说针对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如果34条针对刺探或收集，国民党党团明确的表达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原来的条文呢只写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显然不够明确。所以我们针对刺探或收集不同等级的国家机密，提出除了加重以外，更明确的限定，它的有期徒刑的
范围。那另外，针对说你刺探或收集的目的是要给谁来用，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在立法体例上很难去界定，所以我们提出来的修正条文不做界定，而只针对你有这样子的泄露、交付或是刺探、收集这些违法的行为做处罚，这样才能比较确保人民的权利。因为你如果要再针对他收集来的机密，要到底他要主观意识上是要交给谁来用去做认定，这样反而让执法单位、国家机器很容易罗织人民的加重的罪名。所以针对这一方面说要加重其刑，针对他收集来的国家机密，如果他要交付某些对象，就要加重他的刑罚。我们认为在立法上不够明确，对人民的人权上也会有所侵害，所以我们反对。谢谢。现在进行处理本条依修正动议审查会经核读提案条文之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92人，赞成4人，反对8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24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请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第3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进行委员刘世芳等所提增订第34条之一，请宣读审查会意见及修正动议条文。
委员刘世芳等十六人提案第三十四条之一不予采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三十四条之一，本法所称境外敌对势力，系指与我国交战或武力对峙之国家、政府或团体，着相对我国拥有主权，并声称与必要时将采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国主权之国家、政府或团体一同。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处理本条一修正动议审查会条文之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92人，赞成4人，反对8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委员刘世芳所提第三十四条之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不予增订。现在进行委员姚文智等所提增订第三十四条之一，请宣读审查会意见。委员姚文智等20人提案第三十四条之一不予采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委员姚文智所提增订第三十四条之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不予增订。现在进行增订第三十八条之一，请宣读审查会意见。委员姚文智等20人提案第38条之一不予采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议？没有异议。第38条之一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不予增订。